全新艺术水沟的一个大 DPC 哈，那这边的话是未来要放引擎的地方，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已经有先打 PC 打好了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边一直上去，一直延伸上去。这个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打的哦，半夜的时候打的。那灯光不是很清楚，一样可以把它打完。这个水沟是非常大的水沟，是宽度80，深度85，内宽内深。那前面的话，这一台是200的挖土机，好，稍晚要来协助我们吊挂那个水沟，因为我们水沟的话，一只将近2吨，这个非常斜。